大家好，我是 Toby， 在我后面是一个德国无人超市，叫 SB Hofladen SB， 不是，是 Selbstbedienung Hofladen。这种不是高科技的无人超市，没有摄像头，没有二维码，人们来这里买菜买吃的，结账全凭自觉。那我们现在去看一看这个无人超市怎么样 ？Let's go。哇，你们看一下，东西好多，是不是都可以买？住在附近的人会来这里买东西，买吃的，买土豆。在这里没有摄像头，一个都没有。那你们看这小南瓜 ，Mikrowellenkürbis， 一个小南瓜要两块欧元。还有 Butternuss， 我也不知道 Butternuss 汉语怎么说。如果你们知道，就给我发弹幕吧。还有啥？看一看，这个是都是土豆，一个 kilo 3块欧元。因为土豆是主食，德国人会做各种各样土豆，还有各种类的土豆，还有 Antonia。德国人买土豆就是一次买一大袋，你们看有5个 kilo 7.5欧元，还有12.5 kilo 15欧元，可以吧？好重。Glorieta， 还有 Marabel， 都是土豆。还有 Laura， 这个特别有意思，因为他们给土豆起人名。这个是 Pommes Kartoffeln， 5 kilo 5欧，专门做薯条的土豆。这里还有洋葱，1 kilo 1块5毛。还有这个 Bunte Zwiebeln， 这是红色洋葱。你们在中国也有吗？还有红薯，他们自己做的红薯 ，aus eigenem Anbau， 1 kilo 要4块5毛。哇，你们看，这是刚摘的。这是我们的国民饮料，所有的人喜欢，苹果汁非常好喝，我也特别喜欢。Leckere Apfelsaft von der Streuobstwiese。你们看，在这里有个水龙头。跟像这样一样，这里你可以尝一口，如果你有杯子可以尝一口。为什么他们没有杯子呢？Jetzt was im Sonst gibt, nehme ich immer. 还有果酱，就是 Drei-Frucht-Marmelade。Drei-Frucht 就是 Himbeere、Stachelbeere und Brombeere。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吃，都可以抹面包上。Drei-Frucht， 哦，这是。Mirabelle， 1瓶2.5块，还可以吧，好吃。你们看，在这里还有蜂蜜，1瓶7欧，自己做的蜂蜜。这个蜂蜜瓶子要 fund 5毛钱。吃完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个瓶子还回来，还有5毛钱。哦，你们看，这是收银台，买完东西自己把钱放进去。那我们买一件洋葱吧。哈，洋葱要3块欧。2.5块，3块，服了，回家吧，吃洋葱，好吃。这个视频拍完了，一个村民理想的世界。问我，请问托比，德国电影票一般多少钱？手机和 PC 看影视剧的话，一般用什么软件看？多少钱？这是一个好问题。在德国，一个电视票要10欧，如果是 3D 的，就要13欧。学生的话有1欧优惠 ，Yes。我有订阅 Amazon Prime， 一个月是6欧。上面有很多电影，很多人也会在 Netflix 上面看电影，一个月要8欧。一个村民的理想世界，非常感谢你问的这个问题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，欢迎给我写一封信。